各位，今天带大家来体验的是欧陆载体飞机的天花板呐、啊！有别于其他欧洲主流航空公司那三缺一的商务舱，这真的是太狂了！伊塔 Airway 也就是意大利航空，在新的 A321neo 机队上面都搭载了这种反鱼骨式的商务舱，这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镜，也一改我之前对欧陆商务舱那很嫌弃的感觉哦。既然是反鱼骨式商务舱，在座椅的调控上面当然可以180度全平躺咯，这里拥有更私人的空间，还有私人的阅读灯。这一整趟飞行下来，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在单走道的小飞机上面哦，反而更像是在坐洲际航班，的确让人惊艳不已。首先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座位的空间，这真的是大到很离谱哦，腿部伸直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我的座位是画在 1A， 也是整架飞机上面拥有最大空间的座位，对象甚至还有一个小空间，甚至可以再多坐一个人。看到这边是不是非常想要吐槽一下之前那三缺一的欧陆商务舱座位？虽然这只是一趟不到四个小时的短程航班，不过意大利航空还是为我们准备了寝具组哦，依旧是一件羽绒被和羽绒枕的部分，跟洲际航班并没有什么不同哦。但伊塔 Airway 的枕头对我来讲支撑力还是不太够，有点太软了。娱乐系统的语言选择并不是很多，不过它这个触碰非常的灵敏，而且非常的丝滑。这趟短程航班的饮品饮料是起飞后才送上，因为登机实在是太快了。那今天是由开罗飞往罗马的短程小洲际型航班，我真的是有点可惜哦，开罗机场的介绍还有一开始登机时的片段都不小心被我删掉了，看来还得找个时间回去埃及把这些珍贵的回忆给补齐一下咯。伊塔 Airway 从开罗起飞的时间非常的差哦，是在晚上的4:30，所以起飞后并不会马上送餐，反而是给大家更多的休息时间。于是我也就先躺平，在降落的前两个小时才会开始有了早餐的服务。咦，不过在这之前还是先带大家来看看这整个座椅间的设施，同样是有一个小型的萤幕控制器，是可以伸缩回座椅的侧边，旁边有个开放式的空间和置物柜，可以放耳机、水还有自己的杂物。餐桌是从旁边的按钮压下去会自动跳出，打桌可以形成一个更大而且抗震性很好的桌面，吃东西就不会晃来晃去。哇，而且在这不到四个小时的飞行当中，也是有给了这种小型的过夜包哎，内容物不外就是这些眼罩、袜子，方便你在飞机上面行走。哎呦，还很特别的，这边有一瓶小小的面膜。最后少不了的就是牙膏、牙刷还有耳塞啦，这些备品看起来虽然简陋哦，不过相较于其他家航空公司的欧陆线商务舱来说的话，这真的算是诚意满满咯。好啦，那看完过夜包的部分，我们也来揭秘一下伊塔 Airway 在短程商务舱的部分提供的餐食是如何咯。这位空少叔叔的服务品质真的是要给到满分哦，不但带有意大利的热情，甚至也非常的专业，非常的尊重乘客哦。就如现在的状况，因为我在操控着荧幕，他都不知道在我身后站了多久哦。后来是他好不容易抓住了我一个打哈欠的空档，在完全不打扰到我的情况下送上了我这一份早餐，甚至还叫我用荧幕控制器去控制会比较舒适，整个细节都有注意到，非常的赞。加拿大早餐送达，哇，竟然还是一个托盘式的早餐呢！相较于其他欧陆型航空给的冷食餐盘，你在短程航班中吃到热食，真的是让我泪流满面哦，很像在搭土耳其航空的感觉。早餐的部分只有一种选项，就是欧姆蛋配上香肠还有薯饼。配餐的部分则是有水果盘还有随选的面包，哎，但不得不说，它的面包真的是很好吃哎！意大利式的摆盘真的是没有在 care 美观这回事哦。但餐食的口味是不是有好吃呢？稍后就来为大家揭晓。餐具的部分完全不马虎，给好给满，然后又一个绑带这样很随性的绑起来。我曾经吃过 7-11 里面烤了8小时的大汉堡，所以尽管这条鸡肉香肠没什么肉质可言，但我觉得还是过得去哦。薯饼的部分可能在重复加热蒸到太软烂了，否则在口味的部分还是不错的。最后来尝尝这颗欧姆蛋，它其实里面没什么配料，就真的是一颗纯蛋做成的欧姆蛋。
口感的话也还行，虽然整颗都是全熟，没有半点蛋液，但也不至于让舌头走入沙漠。早餐热食的部分不到惊艳，但也算是好吃的。意大利的食物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接着就要来夸奖一下它这个面包了，可能在德国吃那种干硬的面包吃久了，所以看到这个软面包真的是好感动啊！我超爱那种自带奶油味的面包。哎，那这次被我抓漏的竟然是在餐具上的 logo， 看来他们没有全面的更新餐具，我也永远摆脱不了对阿里塔利亚的回忆。嗯，最后是这个布丁面包，大推大推。意大利很多面包里面都是会加果酱的，所以我觉得风味更特别，也比较不会吃起来觉得那么干。用餐完毕，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意大利航空在全舱等都有提供了30分钟免费的 WiFi 服务，实测下来讯号很好，甚至还可以传图片耶。吃饱喝足，眼看离降落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就先来睡个回笼觉吧。这种凌晨的红眼航班真的能避则避，有每搭一次都觉得是折寿好几年。如前面所提到，这座椅是可以放成180度全平躺座位，是不是真的很难想象这是在一台单走道的载体客机上面呢？缺点就是这航程太短啦，很难好好的休息还有体验，甚至有时候睡太熟啊，会越睡越累。但我还是非常开心，意大利航空为欧陆的航空公司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先驱，希望之后能有更多的航空公司跟进，让我们可以不用再去搭到那种可怕的三缺一商务舱了。接着也听到了机长的广播，我们慢慢往罗马的方向降落。那我们这趟伊塔 Airway A321neo 的区域型商务舱体验也就告一段落喽。这真的是欧陆航司载体客机的天花板呐、啊！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